我们将会教你怎么刷牙。一，将软毛牙刷45度角放在靠近牙龈的位置，前后移动牙刷，每次刷1到2颗牙齿。二，刷牙齿的外表面。三，刷内表面。四，刷咀嚼咬合面。五，刷前面上下门牙里面的时候，用牙刷尖的毛上下刷。六，别忘了刷舌头，这样子能够帮助清除口腔的细菌，保持口气清新。记住，每天需要刷牙2次，每次至少刷2分钟，并且每3个月更换一次牙刷。